密宗拳青龙偃月刀是密宗拳中长宗器械之一，其刀法是三国时关公之刀法。青龙偃月刀朴实无华，注重实用，招招实施，非打即防，防攻并举。青龙偃月刀在行刀走势时动如猛虎，形似青龙，刀疾视险，视为招猛，猛攻之劲势不可挡。青龙偃月刀的主要技法有撩、劈、磨、剁、挑、斩、砸等技法。下面进行青龙偃月刀动作讲解与示范。首先把青龙偃月刀的全部动作完整演练一遍，由胡光明进行演练。青龙偃月刀共六段24个动作，下面我们分段逐个动作进行讲解与示范。首先把第一段的动作综合做一遍。下边进行第一段阻隔动作的讲解。首先将预备式身体呈立正姿势站立，目视前方，左手握刀身，刀钻着地，刀刃朝左，右掌贴于右大腿外侧，这是预备式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叫立马带上阵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身体左转，同时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右手向前接握刀身，双手握刀，使刀头向下向右拨挂之后，向上举于头顶上方，同时左腿屈提上提身前，在刀向上举上举与提起的同时，头目视左方。第二个动作叫出马撩三刀，由
上一式楷丝。左脚向左勒一步，然后身体左转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同时右倒，两双手握倒，向前撂倒，然后双手握倒，四倒在身体左侧向后下劈，然后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同时双手握刀，四刀从身体左侧向前撂刀。向前撂刀之后，双手握刀，四刀从身体右侧向后向下劈落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同时双手握刀，四刀向前撂击。这是第二个动作，叫出马撂三刀。第三个动作叫顺风车大旗接上式。撂刀之后双手握刀，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双手握刀，四刀向后拨挂，然后左脚再向后退一步，双手握刀，四刀在身体右侧向前，再向前向身体的右前方劈刀，同时左脚右脚再后退一步，双手握刀，四刀居于身体的右后上方。把这个动作左后做一遍。这是第三个动作，叫顺风车打旗。第四个动作叫单刀走福会。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由这一式开始，左脚向上踢腿，同时双手握刀，四刀向前向身体左侧由前向后拨刀，五花拨刀，右脚向前一步，双手握刀，四刀从身体左侧向前，然后向身体右侧五花拨刀，左脚再向前一步，然后双脚蹬地跳起，向前跳步，在跳步的同时双手握刀向下劈刀。这是第四个动作。第一段的四个动作就是这样的。第一段四个动作的积极含义，比如说出马撂三刀的动作，它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：当对方持器械向我纵攀攻来时，我用刀钻向上撂击他的器械，撂击之后同时右脚上步，双手握刀，使刀头向前撂击对方的身体。再比如说单刀走腹会的动作，它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：当对方持器械向我下盘攻来的时候，我用刀钻
向左侧拨开对方的旗节，同时双手持刀向前向下砍击对方的头部。这是第一段的几个动作。下边进行第二段动作的演练与讲解。首先把第二段的动作综合做一遍。第二段共有三个动作，动作接上式。第二段的第一个动作叫翘曲小人头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身体左转，同时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在身体左转上步的同时，双手握刀，使刀头向左上方拨了以后，然后双手握刀向左上方推展。下一个动作叫稳灸簪花胸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左脚从右脚后向右擦步，同时双手握刀向右上方拨了，拨了之后右脚向右上一步，双手握刀与右脚向右迈步的同时，向右后上方撇斩刀。这是第二段的第二个动作，叫稳灸簪花胸。第二段的第三个动作叫回马定军伞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双手握刀，刀把是左手握于刀身的前端，右手握于刀身的后端，同时身体左转，双手握刀向前走行步，目视后方，向前走要走五步，然后身体向左后翻转，并且要跳起向左后翻转，翻转之后双脚落地，双手握刀随身转，当双脚落地的时候，双脚落地以后，双手握刀向身体的左后上方撇刀。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这是第二段的三个动作。第二段几个动作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，比如说第一个动作叫翘曲小人头，
对方吃期间跟我上盘的时候，我双手握刀向左拨了以后，然后双手握刀顺势向前推在对方的头部，就是一个击法。第二个击法就是文鸠簪花胸动作的击法，要领是这样的：对方吃期间攻我上盘，我双手握刀向右磕挂对方的器节，同时上步双手握刀上步向右后方袭占对方。第三个动作就是回马定军扇的积极含义，它是这样的：回马定军扇，所谓回马定军扇的含义就是说回头走步的意思好像是败势，但是能够败中取胜，能够退中进攻。当回头走五步的时候，身体跳下来做完这个动作，它的积极含义呢是这样的：对方从背后吃期间攻我中盘的时候，我双手握刀向左刻挂对方的器节，然后双手握刀顺势向前推在对方的头部。这是第二段几个动作及其击法。下面做第三段的动作，首先把第三段的动作综合做一遍。第三段共有四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叫青龙急转身，动作要领这样：接上式开始，身体向右转，刀随身转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继续右转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继续右转，刀随身转。当右脚落地以后，身体向右转变成右弓步的时候，双手握刀向右下方劈战刀。我综合做一下这个动作。这一段的第二个动作是拨打凋零键，动作由上式开始，左腿提起，双手握刀向身体左侧五花拨了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从身体左侧向身体右侧
无法薄了，左脚再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，从身体右侧无法向前薄了，这是第二个动作。第三个动作叫猛虎小翻身，接紧接这个动作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从右脚后向右擦步，双手握刀，从身体左侧向后无法拨了以后，双手握刀向身体的右后劈刀，劈刀，然后身体向左后翻着急翻身，双手握刀向前下劈剁，这是第三个动作，叫猛虎小翻身。第四个动作叫斜马后背刀。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由这个动作开始，身体右转，双手握刀随身转，然后右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在身体右侧五花以后背于身体后侧，双腿成斜步，左掌横于头上方，这是第三段的几个动作。这几个动作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，比如轻急转身的动作，它的积极含义，对方从我右侧向我下盘攻击时，我用我双手握刀似刀钻向右拨挂对方的气节，同时上步双手握刀向前推展对方的身体。再比如猛虎小翻身的积极含义，它是这样的，当对方持器械向我头部攻来时，我双手握刀用刀钻向左磕砸对方的器械，磕砸以后，然后上步双手握刀向前劈砍对方，对方后退，我急翻身以后双手握刀向前继续劈砍对方，这是第三段几个动作及它实战技法。下面进行第四段动作的讲解与演示。首先把第四段的动作综合做一遍。第四段的第一个动作叫走马撩阴草。
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身体扫起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手与右胸前接刀，接我刀柄，双手持刀，双手握刀，使刀在身体右侧向上、向后、向下劈了刀以后，同时向前向上撂刀。我把这动作做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催马穿营寨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式开始，右腿提起，双手握刀，使刀向身体右侧向后五花拨了，然后右脚落地，双手握刀，转向身体左侧向后五花拨了，同时左脚向前上一步，然后右脚再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，由身体的左前上方向身体的右后下方五花拨了，然后下落到头前上方，这是催马穿营寨的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叫倒劈阎王殿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，使刀向身体左侧，由身体左侧的前方向后方五花拨了，同时左脚从右脚后向右擦步，在擦步的同时双手握刀，向身体右后方劈了。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猛虎打凡人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身体左转，双手托刀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右脚向前再迈一步，然后双手握刀，使刀从身体右侧向身体左侧向后五花拨刀以后，左脚从右脚后向右擦步，同时双手握刀，向身体右后劈砍，劈砍之后身体向左后急转身，双手握刀向前下方劈剁。这是猛虎打翻身的动作。这一段的四个动作，它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，比如走马撂阴曹的动作，对方持器间向我纵盘攻击时，我双手握刀，使刀转向上跳了，同时右脚上步，双手握刀向前撂击。这是一个击法。再有就是
倒皮燕窝垫的动作。倒皮燕窝垫的动作是这样的，对方啊吃七节向我下盘攻击，我双手握刀是刀转向左拨了，同时上步用刀劈对方身体，还有猛虎大翻身的动作，跟刚才猛虎小翻身的动作有相同之处，在这里就不讲解了。这是第四段的动作及其用法。下边讲解第五段的动作。第五段的第一个动作叫苏秦到围剑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猛虎大翻身的动作，身体右转，双手握刀是刀，刀头向右拨了，然后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是刀从身体右侧向上拨了，然后再从身体右侧向前向后向下向后刺刀背于身后，双腿呈左弓步，左掌横于头上方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叫苏秦到围剑。第二个动作叫撇刀斩残阳，动作接上式开始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同时右手握刀从头上方五花一招，身体左转，左手接握刀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左手握刀从头上方五花一周以后，然后从身体后背五花以后，身体继续左转，然后双手握刀向身体的左前方撇斩。这是第五段的第二个动作。第五段的第三个动作叫青龙双线尾，动作是这样的，接上式接撇刀的动作，身体微左转，双腿屈膝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双手握刀四刀向左下砍落，然后双手握刀在身体前方四刀头向上向右下落，然后再从身体的前侧身体前方向身体左侧撂倒，
这是第三个动作，第五段第三个动作，第五段第四个动作叫立窗死门撑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身体展起，重心乐于右推，左推屈膝上提身前，双手握刀，似刀上举，头右前上方，目视刀头，然后左脚向左勒步，身体左转，刀随身转，右脚上步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刀仍然随身体转动，身体转一周之后，左脚向左方迈步，同时双手握刀，刺刀向左上方推展，这是第四个动作。第五个动作叫过关斩拦将，身体右后转，双手握刀，刺刀随身向右拨拦，同时随身摆动，在身体右侧五花拨拦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向前，从身体左侧五花拨拦拨光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再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向前下方劈剁，这是第五段的几个动作。它的积极内容啊，可以这样解释，比如说苏秦北渐的积极内容，当对方从我身后向我攻来时，我用刀钻向上撩磕，同时刀头向后劈撩，这是苏秦北渐的这个积极用法。再比如撇刀斩太阳的动作，它主要体现了个撇刀用法，是这样的，当对方持器械向我头部进攻的时候，我双手握刀，是刀钻向左磕崩，同时上右步双手握刀向前撇斩对方的头部。再比如青龙双衔尾的动作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，当对方从左侧向我中盘攻来时，我用刀斩向下磕砸对方的器械，磕砸以后，然后双手握刀向左劈砍对方的身体，这样一个动作。再比如立窗死门撑的动作，立窗死门撑的动作，当对方向我中盘或下盘攻来时，我双手握刀，似刀钻向左磕挂对方的器械，同时上步用刀推斩对方的头部，
再比如过关砸拉将的动作，对方啊从左侧向我进攻时，我双手握刀，用刀钻向下磕击，磕击完之后，同时双手握刀向前劈砍对方的头部。这个动作，这一段的动作及其积极用法就讲到这里。下边进行第六段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首先把第六点的动作综合做一遍。第六段的第一个动作叫翻身平散刀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双手握刀，使刀头向上挑，挑了，同时向上现刀钻，使刀钻向上撩击。双腿屈膝成马步，然后双手握刀向身体右侧拨挂之后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继续右转之后，右脚再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随身转，当右脚落地的时候，双手握刀向右平展。这是第六段的第一个动作，叫翻身平展刀。第六段的第二个动作叫一刀见分明，动作接上式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向左拨了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向后向前推展。本段的下一个动作叫关公挑僧袍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由上一式开始，双手握刀向身体右侧五花拨了，左脚上一步，双手握刀从右侧五花拨了之后，身体左侧五花拨了，左脚再上前一步，双手握刀仍然上右侧五花拨了，然后左脚再向前一步，双手握刀落于身体前方，双手握刀使刀下于身体前方，刀刃朝上，然后右脚上步阵脚，左脚向前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使刀向左转，用刀尖向上跳了。
下一个动作叫刀尾针丝法，动作接上式。调抛的动作之后，身体以双脚为轴向右后转270度，双手握刀，随意转身向后，向后小看。下一个动作是手势的动作，左脚向左迈一步，双手握刀，似刀向前向后舞一刀花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手握刀向前撂刀。接下来右脚后退一步，同时身体右转，左脚向右脚靠拢，左手上移握于刀身中间，右手撒把，左刀刀钻着地，右掌向上向身体右侧打击，以后从头上方下拿胸前，然后右掌下到身体右腿外侧，身体呈立正姿势站立，目视前方。这一段的积极含义啊是这样的，比如说第一个叫转身平三刀的动作，当对方接上式，就是上式一个动作，三拦将的动作之后，有一个先转的动作。像这动作的用法，当对方从前方用器械进攻我上盘的时候，我用刀头向上撩击，撩击的同时用刀钻向前跳击对方。这是一个积极的动作，转身平三刀的积极动作。当对方持器械从我右方向我下盘进攻时，我用刀钻向左磕撩磕碰合挂，同时用刀头向前斩击敌身。一刀见分明的动作，它的使用法是这样的，对方从身体左侧向我中盘或上盘进攻的时候，我双手握刀，是刀钻向左磕打对方的器械，同时上右部双手握刀，用刀向前推斩对方的头部。这一段的动作要领和积极含义就讲到这里。密宗拳青龙偃月刀的整个动作到此讲解完毕。